舒华最近带着爱犬出演韩国知名训犬师节目，爆料爱犬玛塔莫名怀孕。本来以为狗狗只是变胖，没想到成员来访和狗狗玩的时候摸肚子，觉得里面鼓鼓的，问到不会是怀孕了吧？舒华带狗狗去医院检查，才发现玛塔怀孕了，瞒着主人搞大肚子，让舒华突然升格当阿嬷。而且医院说下周就是预产期，舒华表示当下听见就觉得感动到想哭，觉得自己好像能体会成为人母的心情。而让玛塔怀孕的狗狗就是另一只哈库。舒华还说现在他们俩因为孩子都出生了，哈库玛塔就是夫妻了。突如其来的结婚宣言也让训犬师主持人笑翻，这个消息也让粉丝们都觉得舒华真的把狗狗们都养得很好，能看得出来玛塔哈库都很健康快乐。